环球邮报的539，7月份会员请注意。上周我们中了三次，啊，你记住哦，我们六次中三次要给吃红的钱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啊。你新来的你要注意哦，新会员也要注意。我们全车 A 组牌连中三次，你要给我1000块吃红的钱，三次你赚6万块钱，你就不要赚6万了。你签个零减三，900、900、900，你也赚了18000嘛？你给我1000块吃红，你会死吗？1000块能干什么？买我的才华，买我的人力吗？这是我们要给庙里面香油钱，这要帮助我们弱势团体的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昏倒啊！做点善事嘛！你们都答应说礼拜一会来。1000加2000、3000，请你用现金带寄来，用现金带3000，7月份的现金带3000，寄到台北邮局10707号信箱，环球邮报有限公司收。寄来后，请你信封啊照下给我啊，然后传赖给我，我明天才陆续传牌子给你。明天没有收到钱的话，虽然是31号，7月份会员，我不会再传给你了啊！你记住，以至于以前的会员，本月份要加入或是新会员2000块，八月份的，听清楚哦，你2000块会费寄来，加入我的 LINE 啊，我就传给你，一律用现金贷2000元，不再接受邮局划拨或银行转账。啊，只有现金贷，转来用照相到邮局的现金贷，照相台北邮局10707号信箱，环球邮报有限公司收。啊，照来后打电话到0979-040492，找烟记者，我们牌子就给你传过去了。你们这个脑袋不要猪脑袋，笨笨傻傻的。你一个礼拜如果中三次会钱。请问你，你那么跟我斤斤计较干什么？我以前是要收你一车的，一车你就要给我2万呢。我中三次全车才1000块，2000块一个月的会费，我多可怜啊！你赚了10万呢，你有没有良心呐你呀？我教你方法，教你技巧，啊，我把我福气分享给你，是不是？每天我求神拜佛的，啊，可怜。我赚了个零用钱，赚点零用钱啊，为生，还好我自己也有钱。告诉你，我欠的比你还大了，啊，我钱比你多，你没有钱，我借你2万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但是要给我吃过红的人，也常常付我的钱，我退还给你2万给你，就是你拿你缴了15000我的费用以后，我还你2万，钱对我不算什么，啊。我是个有良心的、负责任的啊报社记者。我的报名，环球邮报开了快25年、6年都有啊。我以往在民众日报做事，不要所误哦。